这项经营管理实务训练讲座是由中国青年创业协会和中国革新企业顾问公司联合举办的，签约仪式今天下午3点举行，由青年创业协会理事长王建仁和顾问公司总经理刘金武代表双方签字，金虎会主任委员潘俊球等人都在场观礼。举办这项讲座的宗旨是在充实有志创业青年的经营管理知识，培养领导能力，并且协助改善企业体质，增进成长潜能，